韩国的整容文化真的是不容小觑。在韩国国内，整容成了一件平常事，很多人为了追求美而整成了明星的模样。有些人整容失败，但也有些人整容的效果还比较理想。照片中的韩国女孩特别喜欢中国的明星 Baby， 如今的整容也是按照 Baby 模样整的。她整容后还真挺漂亮的，笑起来有点像 Baby， 尤其是笑起来嘴巴很像，但美中不足是镜子太细太短了。